米奇与他的好朋友去儿游台南。那活动时间呢，就从我们9月9号开始到10月30号，这一连串呢，我们还会有搭配晚上的一个灯光秀，七彩的这个米奇与他的好朋友们会在安平油气码头等大家来哦。我来这边就是打工换宿了好几天，所以每天都要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感受，真的很棒，而且很欢迎全台湾的人一起来这边旅行。我就是每天散步会来这边，所以从他一来的当天我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连续三天都来。所以安平的居民应该很期待，非常期待。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安平是集结了食宿、游购、行娱乐的重要观光景区。今年9月，风靡全球的米奇与他的好朋友一同来到台南安平，悠闲漂浮在码头旁，相当吸睛。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欢迎各地朋友来台南一游，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非常高兴我们跟美国迪士尼公司合作，能够邀请到迪士尼的米奇家族来到台南，来到安平，来给大家介绍他的家族成员。那其实这个展览是当初筹办了非常非常非常的久，那经过很久的折冲，他们才愿意，而且是第一次在水上的展览。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快乐的，我想是展期至少一个月嘛，那大家看到这个米奇家族的造型，尤其迪士尼以这个唐老鸭或者米奇、米老鼠，他们已经即将进入100周年庆了，所以他们非常不容易把这个他们的玩偶能够出借给外面展览的。在这边我还要介绍几个客人，这叫 Mickey， 这叫 Mini， 这个叫做 Bruto， 这叫 Goofy， 这个叫唐老鸭，这叫 Daisy，这个叫琪琪，这叫弟弟。我有下功夫的，所以这就是我喜欢安平的原因。很谢谢这个迪士尼的米奇家族都已经来了，那来到台南，来到安平，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很多好朋友，大家费尽心思，在交通上也努力来疏导，在场地的整洁以及整个的这个场地都非常好，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徜徉最美好的亲子时光。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10月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庆祝重阳节，台南市送给长辈一份大礼，就是中西区第一座樱花健身俱乐部，包括市长、卫生局长、中西区长以及多位议员和里长等等的贵宾，共同见证甲拜启用。长辈伫咧运动教练的指导，欢喜伫咧运动，为了让社区长辈培养运动习惯，延缓老化，市府向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申请补助，设立利耀运动公司，在5条港里活动中心开设英法健身俱乐部，并安排利耀运动的教练教导长辈健康运动。人讲平平16岁那会差遮济，平平英法族那会差遮济，就是讲咱有运动无运动，当然因素真侪啦，饮食嘛有关系，食物嘛有关系，迄个心情嘛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关系就是运动，所以但是运动唔是乌白运动咧，因为运动上过头会伤着，伤着有当时啊无用好就带性命安尼，大家所以呢，你要运动甲咱的迄、那个足侪好朋友来合作在中西区英法健身俱乐部内，也设置了11项无同的健身器材，针对肌力训练、核心肌群、有氧运动等训练，提供社区长辈以及市民运用。我们这边总共有设置了11台适合我们年长者的运动设备，包括的心肺耐力，包括我们的手臂、
下肢，还有我们的大腿，还有我们的腹背部，都是可以让我们长辈来受到很好的肌力训练。那更特别的是，我们这边五条港是个怀旧古色古香的里别，那我们的健身房打造的就是怀旧复古风。同时为了更加吸引长辈前来运动，俱乐部整体的形象也以怀旧复古的风格去设计，就是希望会当拉近长辈甲运动之间的距离。你要运动，欢迎台南市的长者逐天来运动，强健身体。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社会主体推动联名，积极建议中央甲地方政府兴建社会主体。除了伫个日前公布六道社会主体成绩单，佮提出五大政策诉求。联名伫个四号上午拜访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贾良介，将对五大政策进行回答。社会主体推动联名，四日上午来到台南市议会拜访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贾良介。针对台南市社会团体进行意见交流，会中社龙界甲人民副召集人吕秉仪等人交换社会团体政策看法，社龙界也当场针对人民提出的诉求表达看法。目前其实整个台南的社会住宅的一个进度以及制度的一个建立都可以再加一把劲。那面对着这两年房价又飙涨得非常高的情况之下的话，台南需要借由努力的新办社会住宅来协助年轻人解决居住的一个问题，这样。那我们今天带了五大的诉求来，也就教于谢龙介候选人这样，那希望就是说也能获得谢候选人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支持跟回应。我们驻盟来拜访，我觉得说这是把问题台面化。那身为已经升格为院辖市的台南市，如果在这一块没有做一个妥适的规划，那我想这个就会很遗憾。那刚好在我的政见里面，对社会住宅呢，我们有预估。我想黄市长到现在有规划中，那包括未来要投入的，大概在1700户左右。那我们会在我四年的任内，我们会提高到7000户。那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手段，那过去的政府很少在这一块去做思考，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压力。那我们今天从联盟这边呢提出来的议题，其实这种压力很快就会往南扩散，而且是一年一年会倍增了。社会团体推动联盟提出的五项诉求，包含中央起六都买起，都市开发立地应回馈社会团体，以修理失算会当负担的租金，团体营运袂当中央地方一起两者。大体的大机制应该采用轮候制等等，人民毋茫透过甲六都每一位市长候选人的名讳，会当将伊的建议拿入未来市政的参考。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年底议员选举，安平区甲南区选情激烈，其中候选人吕维印就将伊两年八冬来争取的建设设计成地图，让民众清楚了解。当时也用专业职人的诉求，希望得到乡亲的支持。台南市第九选区的选战激烈，议员吕维印将伊两年八冬以来所争取的地方建设制作成政治地图，要民众用轻松看地图的方式，得当了解南区、安平区的重大建设，用专业职人的角度来争取选民认同。我想是一个用最负责任的态度延续赖清德医师包括林俊宪委员的一个精神，用最负责的态度向选民报告，我这四年这八年为了南区万里昆生洗漱还有安平所做的事项，透过地图方式的一个呈现，然后分成三个一个部分，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很清楚来知道我们这四年八年的一个努力的成绩单。那在这边也跟这个民众来报告，我已经很努力，我已经不是正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所以相当珍惜选民托付给我的机会，那我们会更加的打拼。会中议员马蒂立委林俊贤的小天发表因共同努力，为了盐埕、昆新跟安平的处所设立的社会主体，好青年好客气。我们南区可以是那时候我跟吕维议员一起看了大概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清水路，就是要中华西路要转进去坤新哦，那个所在哈，清水路嘛哈，那个地方现在有两块空地，各位可以去看哦。啊，现在是搭很多棚架，都是候选人的竞选看板。那个地方两块地啊，以后都要盖社会住宅。还有一块在盐城啊，在盐城，在新建路、新更哦啊，另外一边是中好像中华西路啊，在新建路、中华西路中间。哦、啊，我们也都看过那个规划啊，设计的都非常好啊。它社会住宅未来还会结合长照、结合幼儿园、结合公园。哦，等等，希望可以为南区哦，再带来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住的一个需求的解决。希望公益八年来受大家栽培，好有机会奉献，未来嘛是一步一脚印，用争取的政绩来回馈乡亲。台南新闻，阮志林跟蔡宏博的。台南市花灯会系列活动今年特别热烈，台南鞋仔艺术嘉年华，要让民众了解台南手工做鞋仔历史甲工艺。李伟陈天辉表示，到时阵除了有配合手工 DIY 体验，现场拍卡，搁送特制碰饼，欢迎市民七号到十号踊跃参加。五月宣传台南下届嘉年华，在地六十几档的皮革工会李干事拢到场，毛老师傅展示因的手工艺品相当丰富。该活动透过李伟陈天辉向教育局争取经费，也伫二中过新农的支持，立立灯会系列活动，要让民众亲身动手来填钱包，制作手机的皮带，感受台南这个工艺好功夫。而且现场打卡，也有百年老店所特制碰饼要来欣赏。来到这个地方，基本上他可以看到我们鞋业的亮点，然后啊，尤其来到这，除了来洗洗以外，其实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哪里好玩？待会我们有看到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匠师，然后我们的老师傅哈，我们的工艺师，现在也请在，因为现场我们有 DIY， 而且这个部分呢哈，这个是我们里长哈所做的镰刀袋哈，带来爱好姨来盖小姐，然后那不止这个是他自己设计的镰刀袋哦，安尼你有架手倒手哦，不一样的，所以我管来叫那个双刀流哈，希望说大家。在如果到我们的这个协议嘉年华打卡，我们有个打卡点，打卡就送我们百年的碰饼哈，台南的赞的碰饼哈，这个是特制哦，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做台南展现 AI 重镇应该在我们台南市，也算是安南区了。那这次包括陈廷辉委员的话。哎，当鼓励咱遮老拜头拢爱退休啊，恁都拢会交第二代啊啦。少年咧上啊，头拢会较无共款，但是也要传承嘛，就讲延续传统，不断向前。那我们就是往这个目标来前进，那就原有的品牌、公司行号加以创新、加以创作，延续上一代的品味，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发扬光大。鞋业是传统产业，也是台南的代表产业。如何了解台南手工制鞋历史？将老师傅的手艺传承，已经从事鞋业设计二十档的大谭李长相当有感触。重点就是这手提袋，这手提袋吼，这我拢总教超过十种的手工方法，有超过十种。你要提这种工法都未得，有好几种，好几种那个工法都不一样，缝的方式都不一样。我阿爷讲，哦，你是你爱是这种，是这种方法，我教你安怎做。啊，天天的，就是三年三年。所以，伊这伫咱西厝，足侪人，哦，足侪人咧天天老些。天天的，大家拢讲，哦，今仔即个变成简单了，臭鬼公司咧，我敢说，很有非常有那个成就感。所以，这也吸引多人在那边，很多人可以参与。重点是，我们是目的是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台南台南区哎呀。在月七号到十号国庆连假期间，邀请大家来议会看花灯，参与难得的下届展览。台南的赞！台南新闻，阮志林银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
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进行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莱苏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进行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学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莱苏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还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东西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单，安愈有信心，我就来卖朋友，啊卖朋友佫介绍一挂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台南知名连锁百货公司周年庆将在十月六号登场。今年第一届推出会员的点数满千上千点顶顶的贺康以外，十月九号阁邀请到现主持上行的男团原子少年海木联盟去引领着带动商机。台南知名百货周年庆将伫咧十月六号正式登场，今年首度推出会员点数满一千上一千，而且点数除了会当有消费优惠，也可以免费兑换精品厨房用品，甚至还可以当抽八百名车，让消费回馈更有感觉。那本次首度推出史上最强的会员点数 SKM Points 满千送千点的活动，
那我们这次搭配 SKM Pay 星光三月支付工具，使用回馈更划算。回赠品是周年庆一级战区，原本7900元小棕瓶就优惠到4200元，保养品嘛拍到64折，还佫有侪侪品牌独家赠品会当摕。为着抢商机，每礼拜拢会举办人气话题活动，吸引民众来消费。10月9日就邀请到原子少年海木联盟合体演唱。我们10月9日首度邀请到超夯男团原子少年。10月9日会在我们民族广场闪亮登场。本次13楼在10月6日以及10月30日，复古电玩展和超热门 IP 展售同步登场。呼应提经济持续营销，社交生活圈维稳，百货公司甲超过6000家业者合作，打造市场上强明星商品以及促销阵容，要让后半年的业绩直直冲。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艺术家郑开祥认为，一块空板、一个顶啊卡、一栋老厝，拢有伊特别的面貌，所以伊接受台南荣馆的邀请，展出19幅手绘作品。透过伊的日常生活观察，要让民众好好来品味城市之水。由日本时代老戏院所改建的荣馆，主要提供美食休闲空间。开幕以后，陆续拢提供展览，成为台南重要的艺文古典。9月1日开始，就邀请艺术家郑开祥以钢笔甲水彩来手绘伊眼中的家厝甲小家。万瑜来到台南展览，在19幅的作品当中，有高达13幅拢是咱在地记录，相当真实大件生活。对我自己来讲呢，那个我认识城市的方式其实就是用绘画。我常常都是因为画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对那个地方有兴趣，然后或者是开始观察到一些小细节，然后就对那个地方好像越来越认识。其实包含我自己，我自己是屏东人，然后我以前也是因为开始画了屏东，然后才开始对屏东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到说我画的街屋啊，其实就是很平常，周遭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很平常的房子，甚至有些房子是我们平常会觉得很像有点诟病的，觉得这招牌怎么有点乱啊，铁皮不好看啊。所以我就画这些房子，倒也不是说让大家就是一起群起效尤，大家就一起破破烂烂，我觉得倒也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为什么这样的有点破烂的房子，它反而是大家会有共鸣，甚至是国外的例如说日本杂志，他们来拍台南的时候，反而是拿国华街那种，就是那种宰相来当作他们封面。其实我觉得这背后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些房子会让人家这么喜欢，其实就是因为它上面有所谓堆叠的生活感。那因为那生活感，然后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情感的投射在上面。现代人生活步调快速，很得慢慢地感受生活周边的水，所以艺术家透过画作来传达用画图代替翕相打卡的观察，毛荣馆相当灵动，希望好民众亲自了解台湾，品味城市。事实上，荣馆它是整个西市场这个复原的一个整个园区的一部分，就是回到1930年代。来，从1930年代这里开始，就是一个台南，市集、商业跟人文荟萃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街区。那我们希望说，荣馆作为一个台南国华街跟中正路口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地标位置，那能够将这里特有的这个娱乐，还有以美食这样的一个特性呢，能够再将它复原起来。所以未来我们荣馆还是会持续在办美食的这个活动，还有相关的艺术人文的这些展览。该展览对9月1日开始，将一直展到年底。主办单位表示，民众欢迎热烈，也有机会延展到明年2028，欢迎做回来感受城市的美好。台南新闻官及林银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4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